今天是6月29号早上，我们刚刚睡醒，然后过后老婆也起床洗澡，然后她就洗完澡出来，她就跟我说：“B，好像有点来红了。”终于有一点点动静了啦！所以是早上看到一点点来红，然后就觉得，哎，好像是这样，就一定要去医院。如果来红也不一定马上会生，因为都没有阵痛。所以你看，我还很 relax， 可以洗头、吹头。不过起码有点动静了咯。动静就要检查了，还是？是咯。OK， 好，现在我们就去医院啦。刚刚呢就到了医院检查了啦，然后呢，护士小姐就说我老婆已经开了3cm， OK， 现在就安排住院。不过因为我们都还没有吃早餐，然后护士小姐说我可以去吃早餐，然后打包给我老婆。哎，终于等到今天啦，是时候要生啦。不过不是说一进医院就可以生了的嘛，是需要再等，等到她出事。不懂他会是今晚呢，还是明早呢，还是半夜呢？不懂，我们就等等看吧。关心了，你终于肯跟我出来了 ，OK。One cheese pizza a la carte and snack bread spicy macaroni， yeah。要吃得快呢，就是 KFC 是最快的了。哎，吃完打包回去给老婆，然后陪她等进院。突然间有点不习惯，因为这两个星期呢，我都排开我所有的工作，然后就专心在家里面陪我的老婆待产。我们每天早餐、晚餐、午餐都是一起吃，而现在她在医院里面，我一个人出来吃，好像有点不习惯这样。所以现在你是等着上去吧啊？我现在心情如何？一点痛都没有，一点。嗯。饿饱了，所以 FPP 也没有说一定是有蛮好的房间这样子。就要等，幸运的话就有。这样我给他补贴的。还没有给啊。就看，但是全部是 first class 的。啊。他的房全部是 first class， 只是两个人、一个人，或者是四个人。现在呢，就是要去做登记，帮他登记病房之类的，然后给钱。给完钱之后，他就可以进去里面啦，然后就正式的等生产。政府医院就这样啊，北京很远，要走很久。搞定了入院登记之后呢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去拿他的待产包啊、包包那些呢，就可以跟他送进那个房间里面啦。然后呢，因为我们是这一个 FPP 的那种政府医院的 FPP 计划呢，他其实也是在政府医院生，但是重点是他会需要收费贵一点。那自然的啦，就是房间那一些啊，待遇那些就会比较，稍微好一点的，因为我们也是听说，政府医院其实 facility 那些都很好，医生的管理地也是很好，只是可能环境没有那么好。但是私人医院呢，就是可能环境很好，大家都有各有各好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个 FPP， 可以有好的环境，也有好的医生这样子，所以都有不一样的东西。好，FPP 的计划呢，就是你要进院的时候呢，是要付一个3000块的定金 deposit 这样子，然后给了那个 deposit 了之后呢，就看那看你自然生产还是开刀。像我老婆她想要选择自然生产，可能那个价钱就在1000多块到2000块里面。啊，如果是开刀的话，就大概4000-5000块，生了之后再看那个账单是多少钱。你这身装扮漂亮吗 ？OK 了，算是很干净了这个地方。哦，这个就有一点点不太好，它就没有地方可以。它这边要的话，去到你旁边这样子。没事，那你要等到啊。
住了。一天吃四餐，推快点，会不会？暖男一枚。暖。青菜白饭。OK 啊，青菜 OK。这个鱼什么咖喱鱼啊？咖喱鱼。这是。哇。这什么？那个爆什么菜 ？OK OK。鸽子。鸽子。算了，你不要吃这个。我要吃，我要吃水果。你不会开了。这个人平时给人家服侍惯了，你看。对啊，这个我可以吃。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啦。所以我要在这边等到7点钟。是等吗？还是陪？你要回去，你可以回去的。其实没有啊，我应该不回去的，只是我在想我要做什么吧。OK 了。我们的预算那几点出来的？开盘了，查一下，我觉得是，他会给我吃了晚餐过后，是8-9点。应该是8-9，他想要29号出来跟爸爸一样，29号的生日，两个啊，八个啊，好啊，29加起来就11啊，11就是我的生日号码，我讲我讲。快点出来，不要给我冻僵球，我们可以快点回家明天。现在呢，他就是有一点阵痛，不过又还没有到很严重的那一种，所以医生叫他就要去走走啦。那盆骨才会开大一点，开大一点，然后之后就会有医生了，这样子，所以要去走走了。怎么走路啊？不然跑步，你看我在跑步啊！走走走走走啊，走多一点呢、啊，走多5圈呢、啊。1cm，2cm，3cm。我已经在这边，我已经在这里了。对。我还有这里，还有很长远的路，那边可以开到这样大呢。不长远，是多少米？baby 要在这个时间里面钻出来。还是有办法了，人家。开始有一点痛了，虽然他痛，我是有点心痛了，不过我有点开心，因为又痛代表 baby 会出来嘛。刚刚呢，因为我们在那个政府医院呢，就是不能待在那边太久，看病时间只是到7点，所以我们到7点的时候呢 ，Kelly 就已经有一点点，怎么说，就阵痛有点频率，不过又还没有生的感觉，所以护士说应该还有一段时间，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留在那一边，我就要回家。然后我就跟我家人他们去吃饭了，吃完饭回来家里打算要洗个澡，没有想到在回家的路上呢，老婆跟我说，医生说他的已经开到5-6cm 了，所以是需要去进产房，然后打无痛了之后呢，就开始可以 push 给他生了啦。我现在听了之后，哇，我就快一点冲回家里面拿了应该要拿的东西，我就连凉也没有冲啦，我就直接现在又冲回去医院那一边，希望赶得及啦，不过应该是今晚就会见到我的女儿了吧？啊，好紧张啊！哎，这个关心了啊，有点顽皮啊，我带的时候不要出来啊，等我走的时候才要出来。这个小坏蛋呢？啊，先不说，先要好好的开车先。现在的心情非常的激动，他终于生了，母女平安。然后就是，然后我有看到他整个被吸出来的感觉是非常疗，我可以讲疗愈嘛，一生出来整个很疗愈。然后我有去剪脐带，然后我以为脐带是一剪就断，哎，原来是要剪好几次。哇，这整个感觉真的是，
我等下如果拍得到小孩子的照片再给你们看。终于生了，我的女儿出生了，欢欣乐。妈妈 ，Hello， 关心乐，大家好，这个是我的女儿关欣乐，关心乐，哎，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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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啾过了一晚，第二天早上，昨晚被他又被他折磨吗？大战一场，昨晚就一直看他。痛吗？昨天？有身材。不过我看你在里面有痛到那种歇斯底里啊那种，都因为有打了无痛的关系吧？不是，因为我是有惊醒的。昨天很可爱，昨天他要打那个无痛。也就是护士，我去抓住他，因为我以为打无痛会很痛，我就跟那个护士讲 ，Happy， 我都有黑，我跟他讲你可以借我的手，我想抓住一个人手，他讲那是有多狠，我不好意思，可是我就抓住他们了，然后他又很温柔这样走出来，其实都不痛，打无痛是不痛，可是我觉得打了有点太迟了，他等到我整个要。baby 要冲出来的时候，我整个要发疯的时候，才来同时打。这样才给你感觉得到什么叫天堂跟地狱吧 ？Not really， 先穿破了羊水，同时等那个 epidural 的药生效，我才放得进我的身体。所以在我很痛苦的时候，那个医生一直跟我讲 ，Do me， 我这个 Do me is today 啊，很长的 Do me。虽然是感受到九级的阵痛，还有同时就是无痛的无痛。在昨天晚上跟你的女儿相处第一天，完全就是搞笑死我被称赞我奶多，很开心。然后她又很会戏，所以一来就拍契合了我们两个。先讲一下我跟我女儿第一次的相第一晚的相处呢，她就是那种很会老给，就是她需要安全感，需要人家抱住她，所以当她一直会在那边拿下拿下的时候，她哭下哭下呢，又没有流眼泪了，然后我抱她起来，然后就睡得很爽，放回进去床上她就 OK， 然后过一下子又拿下拿下这样子。为什么我放一个枕头在旁边呢？因为刚才我讲他想要有一个安全感，所以他一直要有人抱他，或者是有人搭他，他才会比较舒服。所以我就想到一个方法，用一个枕头在旁边这样压住他，小小的压住他，就还可以，我还蛮 work 的。我这个想说新鲜的卡多还是先试试，不要。女儿现在在照那个灯，她的黄的指数还是有一点，所以需要去照一下灯。她吃饱了之后，她就去喂奶。真的是希望这一天呢就可以出院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去。比较舒服的月子中心了，我们用睡地板。我们女儿还是有一点黄，还是需要再待在医院多一天这样子啦，照一照啦。就是现在有几点这样子？他讲136啊，可是他讲每天的 check 不错。OK 啦，我们现在就给他住多一天，我们也在这边住多一天，给小孩子。好好的照，希望明天就可以出院了。然后我们在家吃饭，不错的。哇，石斑鱼平凡，几豪华。还要讲你的这一片啊，30块啊，我的这个
十块钱不了啊！我想吃你那个。你看这个人好像搬来几天几夜这样子。啊，终于可以回去了，乐乐可以回去了，好一番 OK 了。这。哇，搞了很多东西，又下去给钱啦，这个那个啦，终于可以回去了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先回去。耶，我们现在回去月子中心了，终于。这就是我们4天3夜的这一个生产过程，是很累。那种我的累呢，跟我老婆的累不一样。我老婆的累就是那一种生孩子啊、痛啊那种，她的那累是那一种。把我的累是谈笑谈笑啊，等下去靠得还钱呐、啊，然后回去啦，等下要冲出去买饭给她吃啦，这个那个不能睡得好啦，要睡在地板上面那一种，有的没的。但这是很开心。那是累得很开心的，你会觉得哎，终于属于自己的一个女儿终于出来了，再累也值得的。这一个片子呢，就是在讲我们的那个整个的生产过程啦、啊。当然，我们坐月子的还会有很多的影片要介绍给大家。我们来的这间叫 TLC 真爱大马月子中心，然后它里面还有很多东西很值得介绍给大家的，等我们下一个影片再慢慢介绍我们的月子中心给大家吧。希望你喜欢我这个影片，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 like and share， 如果你是从 YouTube 看到的话记得 subscribe 我的频道，旁边这边有个叮咚，有按下去最新的影片你会最快知道。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我睡觉很累，关机。